友好，我们在课堂上给大家讲过了中国国防，在给大家梳理国防历史的时候，了解了这个国防工程它在古代军当中的作用和地位。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到南京城墙的一段，给大家献地教学。陆华是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一位国防教育课老师，他正在尝试教学改革试验，把学生从教室带到城墙边进行实地调研。在他看来，南京城墙作为中国古代城池军事防御艺术的集大成者，是实施国防安全实力教育的最好材料。咱们今天来了十几位同学，在主讲的过程当中，他先给大家在自己准备材料的基础上做一个系统的一个梳理，然后由他的组员进行进一步的补充和说明。当然我们也欢迎其他的同学进行进一步的提问。明白没有？明白。我是一个来自天津的孩子，每次我从家里回到学校的路都是从天津一直南下，一直到南京。其实这个路和当时燕王朱棣南下的路很相近，当时燕王朱棣就是从距离仪凤门很近的金川门打进了南京城。现在金川门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能看到的就只有经过重新修复的仪凤门城墙还一直在这里。朱元璋花了20多年时间修建而成的城墙，在明朝近300年内，第一次兵临城下的人却是他自己的儿子朱棣。太子朱标死后，朱元璋悉心培养朱标的儿子朱允文，为了替年幼的皇太孙扫平道路，他不惜大动干戈，亲自动手除掉一切他认为可能会危及政权的开国功臣，让朱允文顺利接班。朱允文即位后立即开始了削藩，对叔父们动起了刀子。在建文元年的7月，他已经派当时的北平左布政使张炳和都指挥使谢贵团团围住了燕王的府邸，让他交出他手下的这些有罪的官员。那当时呢，燕王也佯装同意，把张谢二人请入府中，全部都杀了。那么从这时候开始，燕王就正式举兵，他也不承认建文的年号。在南方，建文帝也废了这个燕王的王位，把他削为燕庶人。朱棣打着靖难的旗号一路打到南京，守将李景龙和古王朱慧打开金川门，京师不战陷落，高大雄伟的城墙不攻自破。1402年，朱棣顺利坐上皇帝宝座，国号永乐，史称明成祖。对于那段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史料只有寥寥数语的记载，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尽管朱棣为朱明王朝开启了一个全新的鼎盛时代，但是对背负篡位之名的他来说，建文帝的去向成为终生难言的一块心病。相传郑和下西洋的任务之一就是寻找建文帝的下落，这些传闻大多没有史料来佐证，但给这桩历史悬案更增添了神秘色彩。现在我们又来到了神策门。南京明城墙一共有13个城门，从我们刚才来的地方到这儿4公里不到的路程，这里面包含了4个城门。下面呢，就把这个课堂呢交给我们第2个小组同学。这个门是我们明代的13座城门里面保存的最为完好的一座，它是有外瓮城的结构，有2个城门。瓮城是古代城市主要防御设施之一，在城门外侧筑一个跟大城差不多高的小城，形状像古代的瓮，
叫做瓮城。当敌人攻入瓮城时，城上守军将主城门和瓮城门关闭，就可以瓮中捉鳖了。在神策门的调研中，学生们看到这座古老城门中的奇妙创造，感受到650多年前朱元璋不拘一格、因地制宜修筑城墙的宏图伟略。过去能够有一道瓮城，最多两道瓮城，那就不得了了。南京搞了三道瓮城，还有一个特别奇怪的是，它的三道瓮城呢，它都在里边。我们现在已经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瓮城，那都是4000多年前的，啊，那么那些瓮城都在外面。朱元璋异想天开，把城墙建到了城门的里边，这都是独特的创造。南京城墙13座城门中，有一半筑有瓮城，看来朱元璋不仅要瓮中捉鳖，还要请君入瓮。这些瓮城的形式因地制宜，不拘一格，不仅有内瓮城，也有外瓮城和内外结合的瓮城。神策门是据守长江的北大门之一。200多年后，郑成功反清复明，从水路北上打到南京城外，正是这座门成了这场战争的转折点。据传说，当时守城的清军和郑成功的军队呢，达成一种私下的协议，说你给我一个月的时间，我再投降，这样呢，朝廷不会因为我完全不抵抗而杀害我全家。那么在这一个月当中呢，郑成功的军队也就有所松散。在这段时间，清军已经秘密地从南京城的东边和南边集结了大批的援军入城。清军总兵梁化凤突然发现，在幕府山下驻扎着一批郑成功的军队，人数不多，防守也比较松散。那么他们觉得呢，这偷袭这一部分的军队是很好的契机。那么在周边侦查了一番之后，大家发现这里原来有一个神策门，因为进出的人不多，所以城门已经被堵塞住了，重新开通出去，偷袭了郑成功的大营。那这一仗清军大胜，清军就士气大振，郑成功的北伐计划也就失败，开始走下坡路。那么由此此门也被改名为德胜门。因为南京是什么明初定的一个都城，在他们来说，想反清复明，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群众基础。但在整个工程的过程当中，我们不管说是攻也好还是守也好，就它的哪些是最关键的，郑成功犯了哪些这个兵家之大忌？清廷。郑成功经此一战，元气大伤，只得南下寻找落脚之处，由此收复了台湾。这次神策门之战是南京城墙防御史上唯一获胜的一次战争。为了发挥工科学生的特长，陆华决定让他们更多了解城墙在建筑和工程方面的特点，感受古人的智慧。垛口又叫雉叠，是古代城墙防御时的一种军事掩体。南京城墙上垛口的设计体现了高超的军事智慧。过去冷兵器时期呢，它是弓箭手，它的杀伤面非常单一。它尽管有的时候可能就可以打连发的弓啊，你弓可以打7、8发的，但是它是比较单一的，里头人可以展开，前面口小，那个箭打不准，它打不进来，它可以更好的、有效的保存自己。到了热兵器在那轻武器的射击，或者是冲锋枪、步枪的射击，它是一个扇面的射击，外面有一个扇面东西，视野可以稍微帮它开快点。尽可能少这面拉的。在调研中，学生们发现南京城墙还有一个奇特的地方，就是没有马面。马面是城墙防御的重要组成部分，突出在墙外的两个马面之间形成防御交角，可以抵御敌人攀墙而上。
在中国现存的明清城墙中几乎都有马面，为何南京城墙独独没有呢？南京城墙高大坚固，朱元璋当时认为不需要马面就可以达到了防御的目的，这是一种猜测。第二种猜测，设了马面之后，外观上面呢总是觉得隔一段多了一块，隔一段多了一块。我想朱元璋当时是不是考虑到展现都城的威严，展现一个统一都城的这种气势，他放弃了建造马面，他觉得那个东西小家子气。历史的谜团已无从解开，只留给后人去猜测。而在历史长河中有幸保存下来的文化遗迹，直到今天还散发着巨大魅力，启迪着一代又一代的后来者。太平天国时期，南京明城墙这座巨大的防御工程真正发挥出了它的威力，成为冷兵器时代保卫城市的一个典范。南京城墙它非常的宽广，非常的高大，那么在冷兵器时期没有强有力的炮火，太平军应该怎样来攻进城呢？就是挖地道。挖地道的话有两个好处，首先它从地下挖比较隐蔽，不容易被守军发现，其次呢在靠近那个城墙的位置埋上炸药，能够增大它的威力，然后更容易突破城墙。当时的清军呢也感觉到太平天国呢在这个城墙边啊，这个房子周边啊，动作呢不太正常，他就认为是挖城，在城防里面还在围绕着城边，还这个挖了几个坑，把这个大杠埋在这个进城的城墙边，叫那个瞎子啊坐在里面听。你挖城的不有声音吗？瞎子呢看不见，听的比较好。通过那个垂杠的反驳，这个樊子呢他就晓得太平军在哪儿挖城。1853年，洪秀全率领的太平军占领南京，改为天津。此后，太平军以护城河为第一道防线，以南京城墙为第二道防御工事，构筑了强大的军事防御体系，在固若金汤的城池内据守了整整11年。人们常常用固若金汤来形容一座城池，其中的池和汤指的是护城河，又叫城壕，它是城墙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冷兵器时代就是靠徒步或者车站或者骑兵，他前面挖个护城河以后呢，他等于设立一道障碍，这样就贴近不了城墙，你必须架梯才能过来，架桥才能过来，这样我可以用滚木用石头砸你，可以弓箭手射击你，所以它可以形成城墙和护城河形成一个有机的防御工事。与高大巍峨的南京城墙相匹配，南京的护城河也同样蔚为壮观。朱元璋用气吞山河的手笔，以长江、湖泊和河流作为天然的护城河，为南京城墙构建了一个巨大的城壕，再在护城河外面建了一圈外郭，南京城的防守可谓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但是南京护城河却并非严丝合缝，在城东太平门露出一丝缝隙，这并不是筑城时的不慎，相反却是总设计师朱元璋故意留下的，这是为什么？原来朱元璋在修筑这一段城墙时，堪舆学家进言说，太平门这一段是紫金山的龙脖子，金陵王气所在，如果切断了会破坏风水，对江山不利，为了保住王气，他决定这里不挖护城河，而是加强其他工事。在明孝陵这一块还有一段长达25公里的陵墙的一个存在的，完整的将这个紫金山可以是包围起来的，在太平门外面还有一个灌城的一个存在的，
冠城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圈城墙了，将这个明代的一个执法机构啊、全部包围起来的。除了这些城墙之外，在外面还有一个更大的外郭，可以说是层层保护，应该是非常严实的。朱元璋所保住的龙脉，也许真的保住了明代江山。但是数百年后，这个护城河的缺口渐渐成为南京城墙整体防守体系的软肋。在后来所有的南京攻防战争中，这里是发生战争最多的地方，也是被攻破次数最多的地方。太平门成了最不太平的地方。这样子，我们再向那个方向走，看看能不能找到当年太平门被攻破的那个缺口，我们再看能不能找到那个痕迹，好吧？这是当年被轰开的，这么大一个洞，就炸开缺口，从这地方炸的。那你想，也可以想象它的炮火的这个位置。这段因战争被毁后来修复的城墙里，镶嵌着一块石碑，记载着天津保卫战中最惨烈的一场战斗。当时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带太平军远征上海，以曾国荃为首的湘军趁机围攻天津城，李秀成及时杀回救援，双方在太平门进行了一场鏖战。前后一共围攻了44天，战争非常惨烈。当时太平军有将近20万人，湘军呢只有2万多人。当时激烈的打得非常厉害，在几天之内，清军的3个总兵都被太平军给打死了。最后打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围绕着这个曾国荃的这个大营周边挖了这个几十个地道，然后呢，湘军呢对挖地道，用那种粪水啊，包括一些这个腐蚀性的这个物质来进行灌在这个里面，对太平军进行大量的杀伤，有效地阻止了太平军的这个攻击。这个护城河的唯一缺口，最终成为压垮天津城的最后一根稻草。1864年，湘军攻陷天津城，混乱中，忠王李秀成保护15岁的右天王从太平门被攻开的城墙突围而出，最终还是被清军杀害。进出之间，太平门战役之惨烈可想而知。战争结束后，曾国藩题字立碑以作纪念。久围不破、惨重伤亡的恼怒化成一片冲天大火，清军入城后焚毁天朝宫殿，杀害太平军及平民数10万人，天津城哀鸿遍野，血流成河。好，同学们，我们一路南下又来到了光华门。在这个地方，历史上其实也有诸多的战争。下面我们把这个一段历史就交给袁超然他们的小组给大家做一个讲解。大家好，我们的这个光华门，当时的镇阳门，就和明故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明代这样一个属火的王朝中，南面也就是阳面，它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作为这个理论上京城的镇南门，它就显得格外重要。那么明朝都城的南大门镇阳门为何会改名为光华门呢？1911年，武昌起义的炮声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东南各省纷纷独立。作为东南重镇的南京，成为革命党人急需攻下的堡垒。11月20日，江浙联军攻打南京，在紫金山上与据守天宝城的清军进行了7天7夜的苦战，终于光复南京。1928年，国民政府为了纪念辛亥革命江浙联军的胜利，把镇阳门改名为光华门，欲光复中华之意。
九年后，光华门又一次担负起保卫中华的重任。1937年12月9日，侵华日军对光华门发起炮击，光华门外围阵地的中国守军与日军反复争夺阵地达20余次。第259旅旅长易安华少将在三面受敌的情况下，指挥部下接连打退敌人3次进攻，后因腰部中弹，高呼着“誓与阵地共存亡”，壮烈牺牲在光华门外的中和桥阵地。日本人集中火力把光华门的城门打开一个洞口，曾经这4个人，我们第6晚守着城门洞口的，就打，晓得吧？手榴弹机枪就对着一下打，这他4个人全部给了。为堵住被炮火轰开的光华门城墙缺口，中国宪兵部队的官兵冒着枪林弹雨抢修作业，有的中弹后连人带沙包一道填进了残垣断壁，用血肉筑起抗敌长城。怎么打呢？出动2支部队，一支部队在城墙上面用一些木材、一些汽油等从城墙下面扔下去，然后向里面扔手榴弹，引起爆炸连烧，火光熊熊。在这时候啊，城里面的部队突然打开城门，端着机枪，拿着手榴弹冲进了城门洞，往城门洞里的日军炸手榴弹、烧机枪。在这同时呢，另外一支部队组织敢死队，从城墙上用麻绳捆着腰，城墙上垂下去，从城墙城门洞那一头往里面烧水。这样经过了2个多小时战斗，把城门洞里的日军100多人，包括他们的伊藤大队长、大尉，几乎全部打死了。但完成任务后，他们拒绝再次返回城楼上的阵地，破釜沉舟，直接向日军发起攻击，直到全部战死。如今的光华门已不复存在，要想回顾它的战争场景，只能借助中华门的瓮城。到了这个中华门城堡，这是最富有盛名的一个地方，也是我们今天科委研学的最后一站。我想大家到了这个场地之后啊，首先感叹的是什么？马道啊，宽阔的马道，跟我们前面到神策门的马道有什么不一样？中华门是南京明城墙唯一保存到现在的完整内瓮城城门，被称为天下第一内瓮城。它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结构最复杂的堡垒瓮城。中华门有3个瓮城和4道拱门，从空中俯瞰，像汉字的墓。它共有27个藏兵洞，储存兵力多达3000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门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战争，但是一直没有被从正面攻克过。1937年12月，侵华日军进攻南京，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直根在签发的攻占南京要略中首先提出进行炮击夺取城墙。日军还未到达南京城下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派大量的飞机去对我们南京城进行轰炸，南京城的城墙就是他们轰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日军曾于12月9日在南京城散布他们的劝降书，但他们绝对没有想到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永远不屈的民族，我们没有任何一个军民去投降，这也让他们当时的司令员恼羞成怒，决定全面进攻。在现代火炮的猛烈攻击下，南京城墙经受了有史以来最残酷的打击，但依然显现出它的不凡。在那个风雨如磐的年代，守城官兵付出的鲜血给黑暗中的中华民族带来一丝微弱的光芒。我们现在研究这栋历史感到困难的什么？防守御化台
和中华门的88次革命几乎打光了，到现在几乎找不到人有真实的回忆录。他不像北地机房都有参军部队，但是防守中华门的和玉华台的损失太惨了，他们几乎为保卫我们南京的城门拼尽了最后一点力气。他们也是人啊，他们也有爸爸妈妈，也有兄弟姊妹儿女，但他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献出了他们的一切，这是我们南京人民永远不能忘记的。屹立几百年的南京城墙受到严重伤害，加之国民党守军人数不足，指挥混乱，南京城很快沦入日军之手。惨无人道的日本侵略者进入南京后，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大屠杀，制造了人类历史上骇人听闻的人间大惨案。鲜血在城市里弥漫，并没有毁灭中国人的意志。城墙筑起一道保家卫国的军事安全防线，守城人构建起一座坚强不屈的民族精神堡垒。战士们拼死守护的不仅是一道城墙、一座城池，更是一个国家的主权、一个民族的精神命脉。它不是一个城墙坚固与否的问题，而是一个人性相悖的问题。所以我们的毛主席讲啊，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人民群众，是人民战争，而不是这个实力城墙。好了，今天咱们这个课外研学活动啊，就可以告一段落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们奉行的是积极防御的这个军事战略，需要有我们能够为自己乃至为地区也乃至什么世界保卫和平的这个力量所在。这也是其实吻合了咱们中华民族4-5千年战略文化的一个和的价值理念。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其实教学当中大家。分城。